回家，关园，关园路。今天跟着阿姨们参加在新加坡邻里的农历新年庆祝晚会。我们拍照啊，好，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来到这边不拍照哪里可以？来，
歌词也会。今年可以吃到妈妈做的炸三色年糕。紫薯和芋头夹着年糕，炸得脆脆的，真爽脆。姐姐和小子的日常搞怪自拍。OK， 体重 58.1， fat 22.6， 内脏脂肪 2.5， 这个是你一天可以奔多少卡路里，这个是 BMI 21.3， OK 啊，35岁， OK 啊，哇，我60岁， whole body 30.4。减肥就是为了回家时可以好好享受美食，吃饱了满足了才有动力继续减肥啊。一年一次的相聚还是来到了说再见的时刻，妈妈，我们明年再抱抱咯。带着沉重的心情再配上雨天，要送他们去机场啦。25公斤的行李，1公克也不浪费，自助登记就是方便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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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，坏蛋！哎，狗哥哥帮你穿。哇，人家做狗狗了啊！耶！来，今天的 Big Boy 帮鳄鱼戴围巾，耶，好棒，好棒！没想到上飞机前还可以再吃一顿我最爱的火锅。我要豆腐和猪脚。豆腐和猪脚，好，等一下我先帮你加汤。好。点了台式花枝丸、鱼丸、贡丸，还有虾滑。这家台式麻辣锅里的卤豆腐和猪脚是可以无限加的，重点是非常好吃哦。今年的第 N 次捞生，圆满结束今年的新年之旅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在新的一年里大吉大利，大家要大吉大利，收到，鸿运当头，收到，青春永驻，收到，遍地黄金，祝你们发大财，收到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再买点本地面包回德国吃。来呀，快点呀！一有胜，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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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妈妈，他前面是什么？等等等等等。哎呀，很丑他吗？他就是他。来，爸爸。他是新加坡的。哈哈哈哈哈。哎呦，哎呦。OK。三个都没有。我还有。你看到吗？哎呦！哈哈哈哈哈！只有儿子的快呀，快呀！给我阿姨，无缘。抱抱就好，我没有力抱你。一。哎呦！哎呦！好 baby。哎呦！我好咬，拜拜，哎呦，布布全部，哇 ，B boys 啊，哇，布啊布布全部，哇，你哪里学的？他不要 kiss， 他就布布全部了。呀，拜拜大家，拜拜，明年见，明年见，明年见，明年这样。这是我们的宵夜，我的是健康鸡胸肉餐，鸡肉一样不柴。这个沙拉好吃。两份早餐都是我吃掉的，小子迫不及待地吃他熟悉的德式早餐啊！今年带着小子、老公还有家婆回家过龙年，就是为了让德国家人体验我们农历新年的气氛。我也好久没有和家人一起过年了，这绝对是很好的回忆。我的家人朋友们，明年再聚咯。去那边，你转过来，转过来。好了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